现在更帅了，现在的动画表现力更足。我是一件武器。但是从以前来看，我觉得以前潘森大刀还挺帅的，只要范围很大，以前潘森大刀巨他妈大，而且很痛。那个潘森大刀，我记得以前还有出 AP 的，还有出 AP 的潘森大刀，骚的一批，一屁股给别人全部剁死。大刀潘森大刀，老版潘森大刀应该是1.0的 AP 加成吧？就是你有多少法强，那大刀就多少伤害，就加多少伤害，再加上本身基础伤害就巨高。啊，我这波但凡有个起跑，没用没起，我不进化一点用没有，我这边少个召唤师，那多么个治疗。哎呀，感觉贪了，他这样上来打，我知道肯定来人了。你他妈的四等你又来了是吧？天天问我能不能杀死几个。可以的可以的，主播这把差不了20级，主播给大家你在这干嘛呢？好杀好亏啊，真的，但这不得杀，这个线进不去，主要是他没踢，他没踢，能进吧？能进的，进不去。嗯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，这不亏，这不先进去还不亏。哎，好像不太好进。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小兵，进了，进了。来了，兵线。刚好进，刚好进。进吗？暴力去了结的手。小兵打散带，我看到了。哎，兵线有点多，派克，派爹。派克是有脑子的，我喜欢。脑子你想过来抽 A 我？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。我还没犯过错。走了哥，走了。我操！我怎么感觉现在 W 三好高啊？我们现在 W 刮他一下118。就感觉现在 W 伤害真的挺高的。但是萨克伤害也有点高啊，萨克也是一身百分比伤害。你的傲慢最终会导致清除。能打吗？
不过我们只要大招躲得他大，他持续输出还是不太够。装什么？王子英雄好像还挺怕近身的呀。装什么？装什么？能 A 一下吗？能再 Q 一下吗？好 Q。哦，没 Q 到。哎，好斩！哎，不，我的虎哥。好 Q， 漂亮。哎呀，我这个闪现这个笨蛋，这个大招。幽默。我的评价是有一点点幽默的，你没看到吧？我应该没看到吧？刚刚这个闪现，应该没看到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看到啊。啊，这个闪现，撞墙！我的水平总会根据队友的水平去改变啊，很正常。这个是。这个是借口。搜索秘密。打野的赏金，这个赵信又拿了我400块，等于700块五杠零，他等于是9个人头了，他这个钱。啊，不给你 A。他装什么维恩？装什么？他妈为什么换线？我操，这个逼造星！这逼造星好肥啊！又对我表白。妈呀，这萨克的伤害！哎，不要了，这兵我走了。这赵信脚程有点快了。技术将被控制。萨克萨也太高了。进化 Q， 给我进化。他不是出 AP 的，萨克不需要出 AP。他这出一堆漏，他伤害就很高。对他 W 是百分比，他不笑。是这样的，萨克说实话也沾，我多少也沾点数值怪的味道在里面。哇，萨克很强好吗？萨克哥们，那很强。多少沾点数值怪的影子在里面的，我觉得跟波比有点像吧，就是那种隐藏式数值怪。但我觉得波比不算隐藏数值怪，波比感觉是很明显的数值怪。啊、哥，这个赵信杀我花了不到一秒。这就是 AD， 太强了。为仆则诛，为主则战，这便是道德。这就是 AD， 这就是7-1的 AD， 没有用，那算了。还出个深渊面具，他要干嘛？他恶心谁呀、啊？不需要出深渊面具，少年一瞬间我就赢。没胆没大我就赢。深渊面具给自己加伤害啊！深渊面具想啥呢？而且我们这边三 AP。他们在水边太不容易，要你想鼻子。上单还有几个不是数字怪啊？青钢影啊！啊、哦，虽然青钢影感觉也有点小数字怪的味道在里面。其实感觉青钢影现在已经有点小数值怪味道在里面了，但这个数值怪不是真正的数值，而是拉扯上的数值，而是拉扯能力上有点数值怪的味道，并不是他真正一。
这赵信他妈前期狂抓我，别离开身边，拥有你我的世界太难完美。这龙王太吓人了，只能说哈斯基太懂给情绪价值了，虽然我觉得很他妈很他妈及时性的。我这把我十杠三哦，我十杠三，漂亮帅啊！这拍个 K 龙五块钱，我记住了，记小本子上。你别说，还真是，以后哪天混不下了，去当陪玩应该能当个头牌陪玩吧。太帅了吧，这个皮肤。我也很帅，我不。确实帅。这炸克怎么是900块啊？我操，这炸克这么肥的！快跑！大爷，你快跑！好了，叫爹。妈的，太漏了吧！不是，我在他塔下差点被他弄死了。我在我自己塔下打他，我差点被他那个，就是他也没打我。他就随便蹭了我两下，我差点被他弄死了。不是，我现在很抉择，我攻速装应该出什么？出破败吗？打这个东西。攻速装。对啊。你还要攻速装吗？你攻速没叠满。我得进化 E 啊。我看，我想想，羊刀。羊刀吗？我配吗？那就纳斯之牙呗。啊不，纳斯之牙肯定不好。纳斯之牙不好啊。你没，我没 AP 太多了。再说吧。又再说吧，先一个反曲吧。反曲。当初酿的豆瓣酱，我对着黑白墙点开始想象，爸妈当年的模样。智慧默认，弹幕说。这默认感觉也不太行吧？海妖吧，你要不？五个海妖。这没死吗？他怎么这么肉啊？这个人。五个海妖应该可以吧？哦，但他这个也不是特效流啊，这他妈出收集者了还特效流啊？这默认我感觉有点垃圾，算了吧。哎，完了！赵信你还敢看呢？赵信没交易哥，赵信没交易。有找我单挑？我不觉得你打得过呀，老弟。有瑞。哎，打得过我。这 ADC 有什么用啊？我是个什么废物啊？我就走近了一点点，我就死了。我要出最后默认。我操！我他妈扭了他两个亿，不然差点没打过。弹幕教的好，我要出最后默认。他们说可以出借弓，海妖借弓。借弓真不行吧？借弓我都没有时间叠的吧？哎，我的吸血好夸张啊！我一个提亚马都吸了300多，3400。我操，咳血！这不就是咳血吗？等会我出个环境，哇，辅助太猛了！这什么逼伤害啊！我操！我的辅助，开玩笑！这炸克也是够夸张的，我说实话，我差点没打过他。不是这个，你怎么敢？我也不敢。他们的错误会导致他们的。我也不敢，我手握中线，对。只有诺。一块钱没吃到，吃了19经验。这版本辅助是这样的。是5-8呀。只能说这版本辅助是这样的，喵人。然后贪欲有续航。别尬黑哦。贪欲的话，其实。单挑能力也不是特别多牛逼，主要是咱们这个出这个有续航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可以跟他们打完第一套之后拉开，然后哇九多折，刷一下小兵就回血了，就相当于增加了我们很多的坦度。辅助，我靠，还得是我的辅助。我帮你 AVN。
哎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我尽量拖了，我尽力拖了，拖不结了。我猜高地猜得掉吗？他们回了，赵信也回了啊，赵信没回，赵信没回，只有一个大客。赵信和辅助在中路，但是现在去帮帮你了。帮你了，帮你了。我应该能跑吧？应该会从能走吗？嗯，没，这里现在没出的话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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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我操！看到没？主播这么强都害怕这个赵信，我一个 ADC 害怕。我操！小子扎克飞过来了，还行吧？我把高地拆了，不亏。他们也拿不了大龙。赵信怎么跑这么快啊？他是蓝的吗？蓝的。他们应该拿不了大龙。拿不了，拿不了。被扎克拽了一把。扎克他这个东西控制效果太强了，真的离谱。我要出那个，我要出训刃了。我不以便宜打伤害了。我尽量去帮上。好偷，好偷，好偷，偷辅助。我们能大龙了，哥，有踢吗？没，我没听，我没听。但没事，扎克也没有，扎克是点火的。先把这个打好啊！先把这个打，好打好打。我跑得这么快，哎，这你敢上的？哥，你要害死我！这么猛。你要害死我！你要害死我！你要害死我！大爷，这你敢冲上去的？这扎克是个笨蛋！啊，他给我挡住了，主播。我没血了，哥。我操！这么猛啊，信！肯定猛啊，他这个装备啊，收集者啊，我血手直接被他干烂了。他妈的暴击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还要出无尽吗？他应该要出个训刃，他有可能想出训刃吧？他是出训刃吗？他不是出，不是吗？他妈的他还要出无尽吗？我的辅助。鬼鬼，我被他秒了，这个赵信。我的辅助太猛了，真是浪费时间。哎，有一说一，我的逃命确实有点东西，我太能跑了，他说这我都活了。这硬打吗？那小龙呢？这能硬打吗？赵信没来，打吧打吧打吧，赵信带小龙，主要是他穿甲也买了。把这个杀了，把这个抓了，把这个抓了，把这个抓了。有事。哇，我直接飞。赵信位置不小，我没大招，在大概我这边，在蓝 buff 那里。大哥有点肉吧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了。谁说我是怯战蜥蜴？我不是怯战蜥蜴。活了好像。那我打小龙稳一点吧。你去吧，我赶不过去了。没必要吧，算了算了，稳点吧，稳点吗？要活了，辅助。活了，猛猛猛猛猛啊！漂亮！啊，
兄弟们打得好啊！